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励志中学的校长林佳如。很多人对接受过感化教育的孩子呢，可能有一些好奇跟偏见，但是其实他们跟一般的小孩没有太大的差异，都是一样的，只是在成长的过程里面多了一点点小小的故事。如果多了一个提灯点路的人，只要给这些孩子一个舞台，给一个展现的空间，他们一样可以创造出无限的可能。更多关于励志孩子的成长蜕变的故事呢，请锁定好家庭联播网，我们空中见。